医疗辅具冷冰冰的放在那里，它就是个去剂。如果我们能够赋予它一些使命，让它活用，跟随着需要它的人，这些辅具会成为一个最好的陪伴者。台北市承德路是北区二手辅具平台的存放点，这也是辅具团队志工提供的场所。载着电动床，谢国荣前往一位92岁阿公的家。阿公因为气喘才刚出院，家属急着需要一张电动床。师兄，这个床很重。这个算最轻的。最轻的，没什么破碎，你一个人上班。上面，上面。最后我是无敌铁金刚啊！来，借过一下，狗狗借过一下。自称无敌铁金刚的谢国荣是慈济志工，12年来经常像这样背起不同的辅具，服务超过了400个家庭。要放在哪边？跟我讲一下。我们没有一个是做这行的，这是磨练出来的。对呀，就是慢慢摸索啊，慢慢学，慢慢摸。摸多久了？到现在？12、13年有了吧。谢国荣其实是个室内设计师，因为看到同是志工的巫师兄一个人开着老货车免费转送二手辅具，因此发愿要一起做同样的事。那我现在去教你氧气制造机的用法。第一个，这个一定要锁紧，我都不锁紧的话，它漏气，就这边气都不出不来了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边也是一样，好，你不能这样子的话就完蛋了，一定要把它锁到很紧，它才不会把气体漏出来。因为我公他气喘啊，每次晚上都急诊，都是晚夜跑。那主要就是说，他有这制造机给我们的话，就比较方便。我们不每个晚上都往夜跑这样子，很累，3更半夜都喘不过来。我们看到很心痛，很心疼啊。你安尼有较快活无？啊，有较快活无？较快活。哎呀，有无？我还没喘气，喘哪会？啊，袂知啊。当一个亲人要出院后，不管什么原因要出院要回家的时候，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医院要求他，你要准备这些，要准备这些，要准备这些，让家里人有生病的时候，他一头乱的时候，哎，只要找到我们，我们了解情况以后，跟他讲说这些东西我都会帮你准备好，你放心，你好好去照顾你的亲属，这是一种，好，对家属来讲是一个安心的动作。大概都要跑几趟？不一定的，但是平均数的话，连收跟送5趟是跑不掉。就像今天，如果说收跟送的话，有7个行程要跑，今天一天，啊，往往回去的回到家都是3更半夜，因为毕竟自己有工作要做，啊，会用时间工作交代完毕以后呢，再开始收送辅具，回到家都比较晚一点。一天24小时，扣除了睡眠时间，谢国荣将近有12个小时都在为医疗辅具的收送在奔波。谢国荣致力于二手辅具资源及维修人力的整合，每个月一次号召各区的维修好手做检测，
为医疗辅具汰旧换新。目前你看到这个轮椅的话呢，有80%以上是再生的，就是说三台轮椅、四台轮椅变成两台轮椅或三台轮椅。轮椅的话，我们原则把握就是不再买零件，直接用修复来延续它的物命。这台氧气制造机呢，我们检测的时候，它的氧气浓度只有剩下48%，会48%的呢，很多都是这个接头，漏气，因为这都是环保材质，非常容易一漏气以后，空气吸的话进去以后呢，它氧气浓度本身就不够。这个如果原厂去修理的话，有问过两次，一次是11,000，一次是12,000。那透过我们这种修理，恐怕花不到50块。买这些管子，还有自己会磨令骨，就可以让这个价值40,000块的这个氧气制造机再生，帮助需要的人。购买医疗辅具的费用不小，但是申请却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评估期。如果是家庭经济困难而出院又立即需要使用，或者是老人照顾老人的家庭，二手辅具就能及时提供家属不费力的照顾。汐止区的苏师兄跟郑立文师兄，他们现在在检修这个气垫床，因为我们这个气垫床它本身是环保材质，很容易破损。如果说我们没有检修就送给按家的时候，反而造成他的困扰。我自己本身中风受伤了，在医院看到很多人需要这个东西啊，那怎么去取得？那我是稍微自己有点金额可以去买，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办的话，就是要找这种地方啊。大家各有不同的来头，却同样有感于医疗辅具的重要性，愿意当志工。我本行是电子产品啊，那因为这个它里面有牵涉到一些电子的东西，所以可以用。来自各区，而且是比较没有说，哎，今天是固定的班底，没有，就是大家随缘发心，随缘发心的话，哎，你有时间你就来。今天你有半个小时就来半个小时，有半天就来半天，有一天就来一天。在团队的努力下，2018年3月起成立慈济二手辅具流通平台，在花莲、基隆、汐止、台北、桃园，只要透过平台申请提报，志工就会带着二手辅具服务到家，将爱心送到各角落。你好，感恩你。今天我们总共带了有一张电动病床，然后一个气垫床，蓝色的那个气垫床，然后一张一般普通的轮椅，跟一张便盆椅，有轮子的那种，可以活动的。来，1、2、3。好，我们先进去。昨天临时通知礼拜一要出院，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给我们确切的答案，说到底这些东西有没有。结果后来下午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讲说，实际师兄有联络说这些东西都已经好像有了，对，说今天会送过来。所以说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蛮感恩的，时间上真的是蛮刚好的。对对对对，那今天下午现在准备好，我就不用担心说妈妈明天回来我怎么办？因为如果说我用传统的，那别人说来的时候有可能我要再移动一次，那对妈妈的身体会造成，就怕会说造成一些的负担。操作给你看哈，这个是上，这床头的上，好，那这是床头的下，它这只是要把它打开来，好，然后挂在这边，然后这个呢，三个洞，对准这三个。在这边跟您报告一下，就是说，二手辅具流通平台目的是在于协助，大家就是减轻压力。那这边既然是二手的，就是一定会有衍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东西坏了怎么办？坏了就坏了，不要想说啊，我们跟慈济借的，不好意思，然后千万记得，只要有问题都打电话给我们。那
你们也不要委托外面的 去修理去干嘛都不要，好，只要坏了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那边换一台就是维修好的正常的给你，那我们坏我们旧的坏掉的就是我们就自己回收回去。需要或者是说刚刚跟你们讲的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请您不要客气，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把一个器具透过我们人的关系跟我们实际人师兄师姐的温度让使用者他需要使用的时候有那个温暖在心头。从破碎的婚姻中走出来，来自大陆福建的黄淑华独自一人靠着清洁工作抚养两个小孩。我看到我小孩被打，我看到我自己被打，然后语言暴力，就是每天喝酒酗酒这样子。那我就带着两个小孩子就离家出走。刚离婚的时候我也就觉得很难过，知道吗？就好像感觉就是那个剑就刺在我心里面。我是一个外籍新娘，我在这里我无依无靠，我为了我两个小孩子，我一定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撑过来。坚强的母亲以及懂事的孩子，母子三人紧紧相系。今年要升高工二年级的儿子以及要升国一的女儿，从小学开始就会利用假日协助妈妈打扫，带他们出来看我的工作怎么样这样子。你如果能够好好读书，将来你只要在空调里面拿蚊子这样子，不用在外面这样像妈妈这样子下雨台风什么类似这样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打扫工作。你看到妈妈怎么辛苦啊？就是她每次回来都气喘吁吁的，然后每天出门跟回家都搬着一大袋的这种打扫清洁用具，就光看就觉得很累。可能小时候经历的比较多吧，家庭因素，就家庭有时候会吵来吵去，就会替妈妈着想、担心之类的，就帮妈妈多分担一点吧，因为妈妈年纪也大了。他要到这里，你要这样。那天要打扫，然后又有同学要约你出去玩，那你怎么办？我就都会说我家里有事，改天。因为看妈妈这样子很辛苦，跟家人在一起做事情会比较重要的。拾起双手，马不停蹄地赶制上千颗素粽，准备要义卖，同时也分送给关怀的案家。不然就给他六颗。好，
啊，不然你要剪掉不好剪，好不好？六颗，一个人六颗。就六颗啊，这个也是六颗。好，那就十瓦的十二颗。来，再来，再来六颗。好，啊，那个十二颗对不对？好。二十度了。好好啊，剩下的给我哥，给师姐好。起锅还热腾腾的粽子，志工趁新鲜送到家，表达佳节的祝福之意。喂，淑华，我们是慈济的志工。淑华，是啊。你好，欢迎。欢迎，来送粽子来给你，祝福你端午节。谢谢。还有这个粽子，好啊，这个给小朋友的，你看啊，你来摸看看，你来摸，真的刚起锅的哦，新鲜的哦，哇，真的，对呀，这个是我们师姐自己做的，那你的孩子嘞，在里面来，哦，来，弟弟，这个是月师姐给你的福利礼，那你们说什么？你们说什么？妈妈，好，谢谢，然后谢谢谁？然后功课要很好，啊，这个是妹妹的，喜欢那个，来，妹妹来。你感冒吗？不然为什么穿这么长？哥哥有，你也有，啊，所以是公平的。师姑说的，啊，你要跟师姑说什么？谢谢。跟刘老师说，我跟刘老师说谢谢。也谢谢你精彩的康。对对。啊，不是，他希望说你说我爱你。你不是常常会讲这句话吗？老师都会说，奇迹是我的娘家，因为我在这里没有家人，没有亲人。然后刘老师都会说，奇迹是你的娘家，你多过来看望，多过来看望，就是心里很温馨这样子。对啊，讲一讲快哭了。对啊，真的很感谢，在我加拿大台湾来，就是被亲人伤这一部分伤的最深。你们的志工就是没有跟我是血缘关系，然后照顾我、关怀我，我觉得真的，将来我能够真的有那个实力能力的时候，我也会像你们这样子，就是去帮助人家这样子。嗯，很好。很希望这一点，我也能够做到跟你们一样。可是你也很真的很棒啊，你真的很棒，很坚强的母亲。我他那两个小孩都值得别的小孩来学习啊。叔啊，加油！感恩哦，加油！真棒，真棒！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是儿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更需要有人关心。在顶楼，对不对？嘿，我们也难得来一下训练脚力啊。对呀，真的。张阿姨。张阿姨，来，好好来，感恩哦。揣个便箱给你。免啦，唔免拆啦。爱啦。免啦，不要紧啦。关系爱吹嘛。啊，你又把较好势好势哩，阿姨也较少放到电脑咯。这支电风嘛是咱基金会送的啦。是吼。嘿啊。嘿啊，都是。啊，你个把较好势，你破平时你无吹哦。哈？平常你没有吹哦。都没有在吹呀。哦，这个厉害。78岁的张凤娇先生已经过世。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是全都离家断了音讯。原本经常到慈济台北分会帮忙做乡祭的他，近年来体弱多病，无法再参加活动。啊，看那个。啊，来，这阿姨是我的会员，所以我赶快买一个照顾。我是也是真感恩，那无因哦，我实在唔免哪讲，我去开刀吼，那拢因去个。安尼去甲看哦，去甲煮物件去给我吃，我实在讲真正实在是足感恩的，实在是煮这些上人实在真慈悲啦。我若无安尼遮个思想哦，师姐因吼，我实在是真难免哪过。我一直想讲要过来做福安尼吼。啊，实在是即卖，伊即卖的能力吼，实在咱咧讲吼，实在是有较困难啦。没啦，阿姨，你嘛足善心的啊，你嘛足发心的啊，你逐个月嘛是拢还佫保持100块啊。
我拢点歌啦，阿兄阿兄，安尼吼。就这台嘛，对不？哈，啊，你即马用甲如何？好用吼，真好用。系啊，啊，唔免讲，啊，即马电锅干可能下水。无啦，较无啊啦吼，即马有这个就好啊。啊，无你啊，无你啊，寒天你寒，敢若你讲的寒天，你寒到车内会顶顶起啊，寒到车内会顶顶起啊。我倒落去，啊，就你搁摕一个棉仔盖下，啊，就冷起啊，安尼啦。系啦系啦系啦。啊，你讲你洗，你是洗身躯的水用电锅下吼？嘿。安尼啊，下几桌？哈哈哈！啊，这路这安尼下三摆啊。安尼洗身躯，咁袂方，真无方便。对啊，啊无法度啊，啊所以有资质，我唔知讲足少会用，佫少好吧。今仔日啦吼，今仔日是提重啦，来，阿姨这重要烧烧的了，啊佫烧烧呢，嘿啊，再包上，嘿，我包好，你阿帮，阿姨你阿帮，啊佫烧的呢，吼，我叫你下昼免煮啊，吼，两粒就好啊啦，恁来。一串粽子把一个个孤苦无依的家庭用爱串了起来，让人感受到慈济大家庭的温暖。